那我们离现实在那个地方家吗？对啊，哦，好，对啊，NPC 玩的很正常吧？好像也是啊。欢迎呀！送出去。安安呐，安安呐。我还在连线中。嗯，你们在连线中，我是连你耶。哎、欸，我连你耶。咦？周围还在飞啊？撒回，我是还没进去。我有在连啊，正在连线中。好像啾啾啾的声音，有电了是不是？我们会死掉、啊。好恐怖哦！你们不是在基地里面离开的吗？我在敌方家里面不是吗？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大不了死在哈基的船上而已。我说的也是，对啊，让想想心安理得多了，不用担心。那怎么今天加载特别久？对啊，好久。嗯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我照片出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会刚刚会一直有哦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。你跟我争夺猫猫不是一样吗？我旁边有树，哎呀累了，有花有草，哎呀有猎人。我真的在哈基的飞船上重生了、欸，哎、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会在哈基？哎、欸，这一定我死掉啦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。你们不该活在里面的、啊。嗯，我还没进去，我还活着。慢慢来。不过我记得我下上次下线的时候不是晚上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嗯。所以现在只有繁星在主力舰那边。嗯。你们都在那边吗？哦，我们在基地里面，在敌方基地里面。没事。哎呦，我们脚下有一个炮台哦。对，我刚刚往下的时候被他射了一枪。哦，对，你怎么特别？别动！还是我关掉窗。好吧。哦，安诺，没事。安诺，那人物还蛮好看的。去哦。哦哦，哎，你可以下去一下。No。啊啊，是绷带是不是？上绷带。哦，还好吧？还好， oh. 还行。没意思，感冒啊。不是，我刚好像在客厅睡着，然后嘴巴打开开，好像有什么塞到嘴巴里面的感觉。哇、哦！醒来什么东西？喉咙痒痒的了。哇哦！你被什么东西？哦，弄到痒痒，弄到痒痒稠稠的吗？哦哦，东西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哦哦。哦，你想到了什么很恐怖的东西？啊、就痒痒的，痒痒的，能吸到勾芡后的羽毛啊！哎，勾芡后的羽毛，哎呀，下去一下下，嗨，我要怎么进去？嗨，我们不是从地下有挖洞吗？对啊，我是说我们要怎么攻进他们的核心，这样核心也破坏不了，不是？在想啊，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进来了，我终于进来了。哎，到啊，所以现在是等繁星过来。嗯，我在爬，嗯、我在登山了。好，为什么射我？白痴了吗？怎么了？无人机是不是？有无人机？哦、oh. ，我被炸死了。我突然看到有一道很像就是监狱逃犯，有没有？突然就瞧
我到一道光往我这边那个射下来，然后我就看到飞弹飞过来了。哦，我觉得你们不用等我了。真的吗？啊？看一下有没有问。我在看。哎呦！我猜是那边炮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下去。等一下。哦，炮塔。怎么那时候爬没事，现在爬出不早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来了，你们先走，尽量走。我来查看看，嗯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挡那个炮台啊！哦，我在想是不是那个炮台射到繁星？不早哎、欸，啊，那巧，阿旺也没死哦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可是。雨月，你这样填都会过不来呢。啊？因为我们是从那边来的、欸。对啊，然后呢？不是、啊，你这样子他过来，他就变成只能要走上面了。他这样就坐过来啦。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还好他只是延伸过来而已啊。哦。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我懂了。你是乱源。对，我是乱源。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？老讲吗？怎么可能？可能我有这么坏吗？哦，然后现在看一大堆都是光环师的、欸，光环师哦，对啊，现在都是光环师一大堆加那个魔像，看了好多影。我在重练一只，我想要玩冰魔像。冰魔像？嗯，我有那个赝品可以玩。哦，有没有恢复药啊？嗯，我刚刚被射了一箭，然后现在剩59滴，59滴哦！哎，我被瞄了，我被瞄了，我两个绷带，最后仅存的两个，还是我干脆死回去再重跑一次，不用了，好，先吃个绷带，吃，我听到啊的声音了，啊，哎、欸，白痴，我知道了，怎么了？外面有人。嗯哦，我知道了。是敌人的部分。他说屁股有个火箭筒往你们射。我看到哈基飞下去了。我掉下来了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哪里？我的水摔断了，好，怎么又没问题？我现在不好了。我是不是还这运兵船怎么他们的运兵船怎么卡在这里啊？卡在底下吗？我想回去拿食物过来、欸。我把它打爆。哦，怎么这么近？嗯、这声音怎么这么近？对，好近哦！你们先出发好了，我回去拿食物好不好？也可以啊。对吧、啊？我觉得食物会吃完。食物，我这里是还有6个汉堡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怎么样？我第一次热度就剩一半。你们先走，带一些食物。Yeah. 好，等他寄上来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从其他地方攻略。其他地方？就这个门可以进来吧？我现在是在哪里啊？天线。对，哦、你在那种基地下面。好像剩哈基可以飞而已。阿基在下层，阿基的是拍戏用啊，我在这里哦，我看到他的那个大炮，可是这个要怎么把它关掉之类的、啊？关掉是他的大炮台啊，到底该怎么关呢？在想他的核心是不是没有受到保护，所以可以直接拆吗？知道，我也缩短腿一次，我这样哈，我飞不上去啊。阿旺，你的侧面不是有那个吗？阿旺盖的，阿旺盖的柱子，应该是要就是从那边上来吧？哎呦呀！错误的。哦，你的飞机好慢哦。你开我那台？因为他记得派系不同啊，阿允月的在地底，然后只能开你的。啊，是我那台的。飞船的喷射器只剩下半边呢，对啊，所以我飞得很好笑啊。哦，没事。
三安。来的。走吧。好。怎么走？下面。下去。一二三 ，Go。那没人跳。Excuse me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猜对了对不对？是没有色啊。哦，有在动，有在动。他会动，他会动。他会动，他会动。走两边。上次这边有炮塔吗？我怪了。哎呀，这打不掉呢。我觉得是赶快进去找到他们的核心吧。他在瞄哈记，绕过来，我绕过来了。我被打了一下。哎呦，我绕进来了，我绕进来了。好，我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这一次可以进去吗？哦，炮塔，炮塔，炮塔！哦，被射了一箭。看一下另外一边有什么？哎、发电机，哎，发电机可以打吗？不行，打不掉。哦，是跳下去的意思吗？底下有箱子，是不是现在也不能？他们的人，他们的人，有他们的人。哎呦呀，小心辐射！哎呦，在正下方。再上来，上来，上来了！哎，我快受不，我快不行了，快受不了了。对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好像身上没有补血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有汉堡了。我爆了。刚刚我这么有补的吗？补的是。看他们，对吧？看他们身上。我需要有一点，我需要有一点。不然，我还有一只哦。啊，来了。啊。哦，我这闪电枪这么爽哦。枪一个。你看他身上有没有好的？好。我那我先去找箱子。哎呦呀，下次要多带一些补才行。嗯。我、哦、哎。哦，机器人完了。完了。哦。是不是可以直接往下、啊？你看到可以往下的路。我要参与感，我要去找你了。你要来找谁？我要去找你了。哦，我干嘛？我死掉了。我在那个，我在家里耶。在家里。哦，我想顺便带一些补的过去。啊。另外，我们是要往哪边去啊？嗨，你好。是在那边的那个门吗？上面那个有个黄色的门，哎呀，有看到吗？上面的黄色门有可能哦，拼过去。我可能只能被打两枪就升天了哦。我也是差不多的。好了，那就、哦、我觉得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哦，旁边发电机。好走，冲啊！呜呼！他射我！哦，我现在在这里安全一点，这里安全。我被射了一枪，我剩一枪的量。哎，汉堡可以回血吗？哎，好像可以，可以回一些，可以一点点，回30而已，超少。冲啊！哇！楼梯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哦，你没有敌人。哦不哇！我死去了、欸。哇！可是你们好像是在底层的，因为我看到光透出来了。好、哦，我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区域，那区域一堆士兵。这个前面怎么过去比较好？等下无人机对。哦对耶，会被射哦。我知道，可是至少可以看一两秒。哦，好哦。在刷新区内有其他物体，什么意思啊？不能召唤。嗯，你头上不能有东西。哦啊，这个意思。蹲下可以、哦，也蹲下键。要蹲下吗？没有吧。抗辐射药。低嘞。没了。可恶！啊！我听到什么爆炸声？我的无人机爆开了。啊啊！是从哪边上去？这里吗？
哦哟，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怎么玩啊？我走错边了，这是谁盖的？哦，我盖的吧？哦。嗯，可是我突然想到，就算找到核心啊，万一他一样有盾保护，要怎么办？硬打，狂打！哎呦喂，哪里的火箭啊？外面啊，那个他才树仙海边那边、啊，死的就算了，冲啊，冲啊！哎呦呀，妈妈咪呀、啊！哦，谢谢哦，他直接火箭把我打爆。哇，我不能再被射掉一枪了。哇，你也没血了。对，你要不要等一下？我带了一些药品。好，请你送我。脚死掉之后，它有个楼梯嘛，走下来，然后躲在那个建筑跟建筑中间、哦。建筑跟建筑中间，你说那个门过后的那个房间的建筑跟建筑中间？对，好。好，哎、欸，靠背啊，不行，是不行了、啊，因为还走过来，我死掉了。哇，好吧，再一起攻略了一次。先到楼上集合。我觉得圆圆你不要上来好了，上来又要再多挨几。为什么？那个炮塔，你不是已经进去了吗？我没有进去啊，我现在在人在外面，我被射了一些。哦，他的士兵哦，他们士兵在那边啊。呜呼！我带一个凶猛的东西。凶猛的东西，麻辣吗？哦，哇，我死，觉得可以。他外面有士兵啊，对啊，我刚刚就被外面的打死，繁星也是嘛。对，先去处理那个士兵。可是你又不能离基地太远，基地太远炮台会看到你。对，这个有用吗？应该是有子弹吗？哦哦哦哦，六哇塞！消化纤维就是路边捡的草啊。哦。植物纤维哦。对。不对，那是植物纤维。嗯。想说做一些补品过。哇。算了所以。有没有什么凶猛的东西可以带过去？嗯，呀，跳不上去。啊，我先用无人机看一下哪边有火箭啊！冲啊！呜，冲啊！哇，摩托车爆炸啦！摩托车直接被射爆！我天！哦，哎屁、啊！怎么了？哭啊！不是有那个壕沟吗？它的基地旁边。嗯啊。然后我就是转角，然后看到一颗火箭直接飞过来，垂直哦，直击，直接死去。哎，回来了。进房，导致火箭弹。哦，哎，这个路卡住了，摩托车卡住了，操这个、哦！不行，哇，做蓝图还是不能用，嗯、那我
子弹做不出来，可恶！啊，所以回力需要那个回，为什么摔断腿了？为什么？哈？摔断腿了？为什么？我刚骑摩托车从地道骑到他们基地底下，然后我就摔断腿了。啊啊！上回，上回，你摔车嘛，累残呢、啊？哦，对啊，你看那新闻那么多累残，摔断腿很正常嘛。阿贝，阿贝，阿贝，太气了！哎，卡住了，我太了不起啊！我跑得比你快，这很烂耶，太容易卡住了。你不立那个地不够平，对啊，我们要打那个路平专线。嗯哼，跟平常我们要准备多一点药品之类的人，真的。住，就是这边了、啊。对对。阿贝出事了，阿贝去报仇，打爆我刚刚那个臭玩意。哦，在拿火箭，哎咻，哎，上去火箭呢？有把他打爆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打、啊。哪一边的上面是这边吗？不是，这边。你在哪边？哦，哎、欸，这为什么上来会直接被射？为什么？之前不是不会吗？绕了四个角。哎、欸，也不是这里。哎、欸，这里。嗯，找不到位置吗？对啊，不是基地正下方，然后四个角其中一角有路上去吗？对啊，你应该是没有走到我这吧？你再绕，你再绕一点，然后有一个就壕沟可以直接往外延伸的。壕沟可以往外延伸，哦，是这个吗？你有看到无人机吗？你有看到我在，我现在站的位置。哎，我出去，对，这里。哇，是去。好像是这边才对。嗯，哎呦，偷看一下。如果我卖块房子，然后旁边有把你壕沟把你挖成这样子，我气死。啊，有那个飞船的，飞船运兵船，他们的，对啊，就把他打爆，顺便抢一些资。哎呦呀！对，运兵船会出生呢，他会一直重生的样子。阿进，你要小心那个位置哦，后面有个炮塔，好像有个角度会打到。左上。我刚刚在试图堵住那个角落。对。哦，上面爆炸了。拿东西。好。哎呦呀！
激光武器升级包。好哦，五人机一下就直接爆开。新粉丝，新粉丝，安安，我要试一次。无人机，冲啊！下去到最下面，没事哎。无人机安全下去了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好滑好滑。在这里哎，掉下来。哦，底下有机器人哎，有机器人了。冲啊！没事哎。哎呦。啊。那我要下去了。哎呦。下来了。啊，烦心嘞！要，你这样过去要小心哦。一个医疗包，一分钟，等我一下。这么坐这么久？外科医疗包，一个一分钟啊。坐那小科的小的就好了啦。小的吗？就一般医疗包就好了。对啊，小的啊。哎呦，红色那个、欸，那么贵，坐那么久？红色的药丸吗？它是一个类似试管的感觉。拘束水晶，拘束能量罐。这就叫医疗包三个字。嗯，有那个吗？有这种的吗？没、欸、哦，看到了那样。那个就会补250D 啦。哦，是60秒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哦，阿旺先过去了。我无人机先过来而已，我看一下。90。嗨，你好，嗨。打我笨蛋这里。哦不，他做前面一个材料要90秒、啊、做他要60秒。哦、啊、我准备好了。阿旺、啊、你先我人机过去的时候你就跟着他过去。好。好，无人机瞄我，无人机瞄我。嗨嗨，瞄我，好，你过去。哦，过来，然后我就用无人机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看到了。啊，瞄我啊，爆了，碎啦。干嘛？我们两个一组，然后看到炮台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先用无人机去引他炮火，另一个就赶快冲过去。嗯，然后过了之后，那个人再回来，再继续用无人机那个引炮火。哦，轮流的概念。对。阿旺，等一下，你要等我一下。没有，是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而已。嗯，这里好像没事。那你刚怎么了？有了，这里好像上面没有啊，没有，那里面没有别的东西。走这边吧。然后下去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要不要从这里直接跳过去吗？哎，也可以啊，直接跳过去。那我先用无人机去引哦。好，那云月准备好了哈？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先 go。来，好，快，安全。无人机是哪一个啊 ？F 有物体。来，无人机来了。来，一二三，我到，我刚刚发现这箱子后面好像还有炮塔，是啊，我看子弹有从那边射出来，没关系，那你不管，我们就往前走吧。好，走，冲啊！哎，哦，里面有，里面也有，冲啊！等一下。这边是不是叫不出文字？这边有点尴尬。原来这两台炮打掉了。可是我们炮那边有个炮塔，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赶快跳下去。好了，这边，无人机冲啊，跳！我们进来了。我进来了。电容器是装饰哦。刷进去呢，有其他物品。你可以用啊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后面那边可以。冲啊！我跑进来了。啊，来啊！是去哪里？再去哪里啊？啊，冲啊！我站后面，哎，还是他上面这边其实是可以跳。是说直接跳？不知道，我想说往炮台那边看一下。好，
现在叫不出来。冲啊！哎呦！哦、一下。炮台旁边是不是有类似楼梯吗？好像没有。过啊！无人机爆掉了，再一次。冲啊！哎呦，这里有路。哪里？炮塔那边。炮塔正下方。哎、炮塔正下方。炮塔下方左边啊。我们绕过这个。哦，所以在这个、哦、这个墙壁后面。对。哦。那我先叫无人机吗？我先叫。好，你冲了，说一下。来啊、哦，我先出去。好，打我！啊，我跑了。我进来了。等一下、哦。这里有物品不能刷新。没办法。电梯好像不能叫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出去叫。哎呦，好像可以。应该有办法直接冲进去。冲啊！哦死了吗？太恶意了！哎，啊！他撞我脚趾头，只能用冲的冲进去了。嗯，哎，我走了，好了，走啊！我牺牲了，你进去吧。要不要我？等一下，它里面还有啊。啊！来，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跑过去。184D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用？繁星来了，这是医疗包吗？哦，解毒、进化、外科，那都是可以回血的啊。哦，都是回 250D 的，而且它可以治疗不同状况。对啊。繁星走，我们走吧。啊。我回去拿物资，拿一些什么？我跑了，冲啊！要密码哭啊！哭啊！密码，白痴！什么密码？没看到，连路都没看到。不行啊，就是炮塔不能破坏，我们才只能这样子啊！搞死！哦、oh, ，我他开了，可是我剩34D，是你有密码啊？有密码？没有，他旁边有个拉杆，我刚拉了他那个密码的门就开了。哦、oh. ，但是这个，哎呀，哦，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你在我们头上了、哦？对，我死在门，等你啊。这台不是货车啊！不就是没办法从地下打洞啊？没办法打洞。对啊，我们战舰都已经小型战舰都已经开到底下了，它就是有屏障，我们没办法打洞啊。哦，都没在看。哦，这边在红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位置？天哪！冰淇淋车，我好难过。换个角度想，你可以吸引萝莉过来。有。哎、欸，记得把派系改成我们也可以用啦。有改了。那个太难开了啦。我那时候右边都没了哈。左边呐、啊？哦哟，对耶，如果这样子回家会不会天出遭受攻击啊？遭受攻击我超塞哦。不会，没有东西。这里，哇这哦，吓我一跳。会飞的货柜。你上去了条？我上来了。
哭啊，哭啊，快餐车哎、欸，哭啊！怎么你的不是厕所吗？你在厕所啊，气死人了！怎么变快餐车了？他刚刚那个真的很过分哎、欸。欸、直接打在门口太过分了。嗯。可是我刚刚那边，就是允润那边在进去之后，好像就快要到他们的那种休息区之类的。跟里面还是有炮塔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里面有一小块空间是安全的。哦、oh.。有一个走廊是安全的。应该会听到一个声音叫做 “surprise” 那个吗？Surprise。重新进来了，我到他们门口了。嗯，这次的薯条怎么这么咸呢、啊？是什么？薯条？为什么你有薯条，我没有？这是我的晚餐。啊！你可以再吃一次晚餐。那你帮我们订啦、啊！我好像没有寄你们那个住址。我可以在，我是可以私信给你啊。为什么？你这样私信给我，你跟我寄一点有什么差别？啊，顶楼其实蛮漂亮的。顶楼？你有来过顶楼吗？你说那个进去之后上面吗？对啊，有啊。漂亮的、欸，你要小心那边有外星人的重生点哦、啊。啊，我在搜。站吧。这有没有趴下之类的动作啊？好像没有，还在研究而已。然后匍匐前进吗？因为它这里有个栅栏可以挡住子弹，如果可以匍匐前进的话，这个炮台就不用用无人机去引了。啊、哦！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要爬坡了，要爬了。嗯。刚刚看看，橙色背包还没好。哦。我这要怎么打、啊？这里。哦，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下哦、喔，啊，三十分的可以播广告了。好，广告。因为你在下面了吗？我在下层。好，我在第二层，他应该还有在第三层。啊，我刚在第三层的门口那边被射死了。阿旺准备被射的声音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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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，再一个最后一个 jump 就可以，我来顺便收个鼓舞啊。嗯，刚过去都是看，还在六秒。哎，到了，啊，走。哦哦哦，为什么中弹了？这明明没事。我就是想找个垫背的啊。那电梯不是会被射吗？所以先找一个垫背的，我先走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反正等一下上面这你。等一下，我在看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啊，那我先出去哦。好，然后他打爆我，你就马上冲哦。好，好来，然后换我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来，看我看我看我，看我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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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快跑快跑！有有有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哦。欸、这样你聪明，他自己想出来的，谢谢，厉害、欸。啊，这边啊、哦，这边，然后，哦，来，我吸引看到影月了，来，你们两个一起下来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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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、哦，来三，我掉下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你是你要吸引要讲啊，影月这样子不用按的啊。
不是吗？失误吗？失误。那你物资可以分给阿旺。我刚刚是把我们家所有会回血的带过来。好，都回血的。你们要往前冲了吗？好，我看一下怎么走。哪里？直直走，走到底，然后右转有一个门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冲啊！爆了！有，过来！等等啊，这边的话，音乐，你等我一下。嗯，我直接跑过去。哦，他这么凶的哦。啊，东西带一带。好，走喽。啊啊！进来。你死了吗？没声音了，看来是死了。看来死了。嗯，你说我吗？你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死啊。你嘴巴，难怪不能讲话、啊。我没有死啊！我没有死啊！阿旺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之后左前方。嗯，啊，所以阿旺在赢是不是？对，你们看到我们左正前方那里有炮台，门在那个炮台的左下方。你们先到安全的位置哦。我们先到阿旺那边吧。先下去。哎、欸。嗷嗷！我刚要引就引，就你先冲了。这边要不要就我先都站在这边引啊？两个人引吧，两个人引，然后云月慢慢走过去啊。因为前面的小位置会不能那个叫云月，快点！我进去了，我进到旁边了，我进到旁边了。等一下哦。我派个无人机帮你们引过来，你们可以叫、啊，可以。好，等一下、啊，可是这个无人机卡在尴尬的位置，你怎么在这里、啊？我们不是在玩昨天的女巫吗？啊，我要出去了、哦，三二一，这里，看我 ，bang！ 哦，你啊，还要再一次？那人在哪里？阿旺嘞？我在后面这边。好，来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喵喵喵，砰！我只是跑得快，我在电梯旁边呢。哦，可以。快走！你再进来一点，再进来一点。走。好，下面还下底下一看到外面有炮塔哦。嗯，你们要不要回血？你们要不要回血？等等，繁星上来，繁星，你好烦呐！要不要回血？可以吃蜂蜜。那阿旺呢？300我跑得到吗？哦，我觉得你打补满吧，买一点呢、啊。好，那有什么？我这个，他去哪了？他、下面去捡吧，孩子去捡吧。我捡到。然后我再吃两口。好，一口。啊，等一下他自己有东西可以补血进来吗？应该是可以冲进去了。真的？好，我好了。那我们就直接从往里面走了。好。好，那就一个人要往前面去挡子弹。好，我走了，。好，冲啊！要不要？我停这边脚，靠过来，一点，音乐靠过来。赶死了！门开了，门开了，怎样？你要靠过来这面，你先补满。好痛！然后等下直走冲进那个门哦。等一下，我先回满，等你回满。嘿嘿嘿，你说前面那里吗？嗯、他的核心在哪？靠腰啊！快滚！冲啊！进去了，然后呢？痛啊！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刚就开了这个门而已。哎、欸，这边按钮，打开，然后应该还有个这边吗？这边走这边吗？换这边的吗？有机器人 有大机器人！等下大机器人他不太进得来吗？他很开心在跳，应该是进不来。火箭炮这样射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外向人打法、啊？应该是。他打死了，他有血量。看一下哦，这里目前看起来没炮塔哦。
有小机器人，这是他核心吗？哇、哦！打爆他！哇，我死了！啊！最后，外乡人啊，报应啊！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盾、欸！等等等等，有按钮，有按钮。可以了吧？拉拉拉！拉拉拉！应该还有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倒霉了！爆了！祝贺你这个无人机基地哦！哦，等下整个都拆掉了吗？還有整个基地炸掉？哎、欸，外面整个炸开、欸！哎，哇！来、哦， yeah! 注意哦，我要放核心了哦。好，放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拆一个安全区。那这样子，它是不是发电机什么都爆开了？你看一下底下中间层的发电机有没有被炸开吧？我回去看一下。不用怕了，它现在是没电的状态。开薰衣草。好，我就在这里放核心了哦。好。嗯。发电机放。我们现在是热基地的主人了。发电机好像爆了耶。这个哎、欸，对啊，对，发电机都爆了，全部都爆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说这个核心需要260,000的 CPU， 我们只有80,000而已。哇，那刚其他都爆光光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哇哇耶！ Yeah, 攻略完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玩的哦。手梯坏掉了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子攻略的方法是对的啊。家具装饰，啊，至少没有到让人很绝望的事。嗯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回家的路啊。对啊，我们出去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们其实可以拆出去，对不对？就往下就好啦、啊，就回到刚刚核心这边，我们对啊，下面就是啊。你往下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飞船啦、啊。对啊。我还在这边走。哎、欸，这些箱子都收过了吧？还有没有？应该吧。我只收到一个有东西的箱子，其他应该都是被拿光的。我在想，有哪一些啦？有一些有炮台的地方有没有箱子之类的？哎、欸，我想去顶楼看呢、欸。光、啊，应该有。想去看顶。哦哦，它好多哨塔可以拆哦。它是墙壁的哨塔，通通拆起来啊，通通把它拆起来拆回家用啊。哎、欸，你放我们核心就可以拆掉了吗？還是會變零件？对啊，拆掉就是完整的东西了。这个基地是我们的了。嗯、啊，阿基，嘿，在哪里？我好棒，我在顾家。你在顾家。好棒哦，超棒的啦！哦，所以这个点就真的是它原本核心的位置啊。嗯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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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了。是啦，包包容量体积，可是箱子能装8000，我装了270,000在上面呢、欸。只有一个人会很难，应该还好，就狂嗑药就好了。就是准备多一点药品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那都有一些安全的位置。嗯，还行，只是觉得堆土上去其实蛮好笑的。这是玩间谍，这真的是要潜入这样子。真的哎 ，ETA 五，哦，哎呀，好飞出去，好飞出去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个星球敌对的势力应该都是处理完了吧？像，不是有材料去下一个很远的地方吗？嗯啊，附近那些星球还有敌对的、欸，还是你想去玩？那个感觉更哈扣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要顾血量跟宝石就好了，那边还要顾氧气耶、欸，氧气就有点麻烦。对，还有氧气问题。啊，
哈基，你这台车，这台飞机，我看起来像那个……你刚刚说车，你刚刚说车，对，车，我太难过了。你这台很像那个哎、欸、，X 光扫描的那一种移动式的。哦，你是说移动式 X 光机扫描那种？就是检查车啊，对啊。我好难过，就是学校健检的时候会有的车。哎、欸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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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好难过，不要难过，超难过的。你把家里物资全带在这个车上来了。那要不要把大型战舰开过来直接放、啊？大型战舰拆过来直接放，什么意思？就把大型战舰开到这个哨塔旁边，然后把东西全部拆到战舰上啊。他人在家里啊，不是吗？我人在那个战舰上了、啊。哦，我只是刚刚小型飞船飞回家里，把东西带回来这边来。我说直接把这个基地全拆了，然后东西全部放在战舰上。嗯，蓝色我不知道，刚刚电梯里面其实有点像核心。嗯，那个刚刚保护也不能拆啊。嗯。刚偷学来了，吓到了。其他星球，我们这星球差不多了。嗯嗯，再就是真的难的。嗯。啊。你就先去，等下可以先去找下一个星球，然后先找那种还有氧气的就好了。还有氧气，保护绿的。我们这个行星是没了，这个星系，对，这个星系没有了。对、嗯、啊，就是要么就是其他星系了。嗯，如果要去其他星系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把东西全部都搬到战舰上，我们就搬家过去这样吧。对，就以后就当那个啊，就主力舰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要家了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我们的主线剧情其实都没有在推啦。对，对，我们要推吗？可是好像剧情又看不太懂，算了。你都行，我懂。如果没有要推剧情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开着战舰直接去其他地方玩啦、啊。好像可以。我拆了影月棒的核心，真的假的？啊！我放核心啦、啊。你放在哪里？放在电梯旁边绿色的核心。我刚猜的是蓝色的吧？尴尬了。我拆掉了吗？知道了。那再放一次好不好？拆掉了。大不了再放一个、啊。我还有，我还在放。哎呀！还有再放，再让繁星猜。好啊。啊！我再放一颗，我放在他们原本基地那个位置附近。原本基地核心的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下去放。现在是整理家里模式。嗯。这里下来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这是他们核心附近了。好，我在这里放一个，放着。OK， 然后设定一下。OK， 好，这基地又再次成为我们的基地了。就我们个人是宇宙海盗啊，也是啊。和外乡人，走，啊，植物好，吃个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装饰哦，控制台装饰，
其实它这基地里面很多都是用装饰的物件呢，都是没有什么功用的。嗯，他们那种控制面板什么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嗯，都是骗人的，就只是个装饰物件啊。嗯，嗯，花瓶。嗯，还害死我们死那么多破花瓶。的，气死！等下，为什么这个楼梯地板不见了？哪一个楼梯？里面的吗？对啊，里面的很多爆炸后就不见了。哦，对，不是我们哦。他好像核心解除的时候，他的燃料罐啊，跟发电机全部都爆开，附近的就全部一起爆了。嗯，哦哦，阿旺没有做坏事，帮他讲话。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或是人做什么奇怪？很多啊。哈、欸？是他们的驱逐引擎吗？嗯。哦。拍照。哎呦。驱逐能量罐。拆掉宝喽。我是拆到驱逐能量罐，有哎、欸，这个驱逐能量罐。哦。耶、yeah!。拆下来好爽，哦、身上好满哦。这个我不要，都在旁边啊，都挤在旁边。有回音？没有啊。回音？有声吗？回音。聊天室讲了，说我说话的时候有回音。哦，应该可能是我这边。我也没听到哎、欸，我完全没听到哎、欸，那是因为他自己多开了一个吧？对啊。哦那不可能啊！你应该会听到四个回音啊，没有道理哦。你是不是少看了两个人的台啊？还是你开了月月台两次？哦，哎呦，可以啦，这样可以同时看台，可以啦，没关系、欸。可以试试看嘞、欸，你们可以那个开我的台哈记台嘛，然后开个十个那个分页，然后声音全部同时打开，你会听到很棒的回音。好不舒服、哦，直接被讲好不舒服。哦，难怪。就是回音重叠到一个程度，它就会变成奇怪的声音。我难过、欸、吗？我难过。你也听到月月那边有回音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回音？没有啊，我戴耳机的，我怎么都没听到。观众讲，回音干嘛？干嘛？解决方法就是关掉月月的台，不是。关掉他那边的声音，不是关掉他的台。抱歉，我没有讲清楚。我难过，我在猜，我在把所有炮台那个支架全拆掉。你好，心结，心结。对，有些人没听到，嗯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脑内回音，脑内回音，脑补了。还是司法回音，司法速回音吧，法速回响，哎、欸，放回，叮叮噔，对对对，所以有回音，有人没回音，那应该就是我这边是正常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怎么下来了？这箱子是怎么放？红色是输入跟输出，绿色是枪跟子弹，啊，蓝色是那种、啊、就是那种战舰啊装置那种的哦，然后最后黄色是随便哦，随便。那哈记，哎、欸，你丢黄色，知道？不是这个看你要装哪里，是战舰用的，驱速能量。哦，这是驱逐引擎要用到的一个能量罐，它也有辐射。哎，补血在哪里？这个我有这个啊，这里，房间后面这里。哎，不是 O2 吗？这不是克隆机吗？克隆机哦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它看起来很像，还是没有放。嗯，最大数量一哦，这不行啊，这已经放过一台就不能放了，哦、没有放了。对，那就收起来吧。嗯，
我们家有治疗机吗？在这一台战舰上？治疗机，治疗机，角落这个是克隆机，治疗机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，我放出来好了。我记得这边好像刚好看到资料机，医疗设备组。嗯。部落输出是 原物料吗？对。好。这蓝色是什么？蓝色你就打开看，它上面有名字。嗯，当前被占用。我刚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哦，好。有吧？有。高科技装饰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立体方块组燃料控制台。哦，融合电池。哦，燃油了。欸，帮你放一台电脑在旁边。好喽，回来吧。很皮悠悠，开杀喽！啊，我捡到一个医疗设备组，哎，哎，放出来了，再放出来，再放出来，要放出来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耶，机枪。这是需要放子弹吗？还是它是吃战舰上面的子弹啊？它会需要乘客座椅才能打开这个控制面板，才能操控炮台。嚯！那我们要用乘客座椅，这里有乘客座椅。然后呢？你要开控制面板，然后选到那个，然后按访问哦。从设备里面吗？对，设备。哦，我们家长树枝出来了。医疗站这个访问哦，可是他需要加农炮的弹药。哦，加农炮弹药，他是战舰上面需要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知道欸，有没有战舰的弹药箱？来看看下面吗？欸，震荡器弹药箱。哦，我们有震荡器就可以做火箭了，是不是？有啦，没啦，有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好啦，好啦。那下面有一个啦，那个战舰的技能那边，科技树那边有一个弹药箱。要把子弹放在里面，这样我们战舰才有子弹可以用。啊，不啦不啦。哦，为什么觉得地板是斜的？对，因为这地外面是斜的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开回家了。还是你们继续收，继续收收收的那个。没什么可以收了，都剩原料了。对啊，拆钢板啊，什么之类干嘛？好，好，我只是坐上去，他就突然动了一下。我还没坐好位置，我还没坐位置。欸，如果没有坐下会怎样？会被挤出去，会被冲出，直接刷出去。好，那我也坐一下好了。好了，我坐好了。哎，啊，你的飞机嘞？那个云月，我的飞机在战舰后面啦。哦，好，有飞上来啊。走。哦，哦，耶，回家咯。没关系啦，没拆完就算了。旁边那个旁边汽油架没有收，看起来很可爱。小金鱼。我们站在后面还有个脸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调一个角度，然后就可以配合那个。汽油架，他好像在做什么奇怪的动作。啊，汽油架才是杀人的武器耶！直接刮过去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你那个汽油架会先掉下来。
哎呦，九点了哦，该点家吃个王糕了。穿凉鞋不是凉鞋，是拖鞋。那讲哈基会伤心哎，好难过。所以我们这个拖鞋应该可以再更快一点才对，感觉它没有到极速哎，60，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小型舰都可以到69啦，70啊。嗯，我到时候回去装看，研究看看，再多装几个看看能不能更快一点。嗯，快到家了，快到家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其他星球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多收集一点驱速能量啊？好，多收集一些食物。嗯，什么时候有这个？跑道哎、欸，我盖的啊，哎、欸，两已经几天了，你回不是啊？因为拖鞋又压着看不到啊。我没有，原本就有啦。嗯，对啊。你还没回去？好点。碰霹雳对啊，那几天就已经有了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都没有注意到哎、欸啊。然后观众还跟我讲说：“你可以做点事情吗？”很无聊哎、欸。我说：“我不是在做事情吗？”每次到上一份哈，你们这么喜欢广告，来来来来，我点个十份给你们。要付配拿过来干嘛？我要吃广告，给你看广告。耶！来了，高科技装饰是不是应该把我们那艘飞船拆一拆啊？它现在已经就残废了。弹药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这冰箱也太空了！你是把冰箱的东西都带回上面是不是？对，正在搬。啊，我也搬，准备搬家了。我骨折了，你怎么骨折了？冰箱搬完了，怎么骨折了？我看一下飞船，跳一下会骨折。你看那个都在笑你了，骨折了，白痴。哎、欸，它不能连接到这个离基地吗？这个战舰连不到这个上面。这炸药包，嗯，游戏没传送门、哦、啊？什么门？传送门有、哦。我想说这边就盖一个啊。可是它能够传送到其他星系吗？好问题，传送装置。啊，路想说可以星系来回走，异想天。嗯，提款机，我们是不是要放个提款机，把那个什么拜金卡全部存进去啊？哎呦，可以说看。我来做一个，驾驶舱方块，拜，小型船体偏振护盾，这个现在，我是不是先不要浪费材料啊？材料很贵吗？不知道，带家当走喽！我要先把我的飞船全拆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被夹挡喽！再见了，飞船。啊，提款机只能放在基地里面哦，不能放在飞船上哦。哇，好吧，放在这里。哦，我要把拜金卡存进去看看。啊，拜金卡都在战舰上了，算了。
我要去找驱速能量了。啊 ，TT 变成飞船用，我们现在就是搬家啦。嗯，你看不出来吗 ？TT 没有变飞船了。对啊，我们就把整颗星球搬走了、欸。星球搬走？对啊。搬好快哦，是不是厉不厉害？太厉害！基地就不拆了啦，就是把重要的拆走这样子。嗯，重力产生器？哎、欸，我们的飞船上面有放重力产生器吗？嗯，目前没有。要不要放看看？说不定这样子我们就能在战舰上自由活动了。哎呦！道理哦，我研究个，我来去做个看看。好，然后我需要大量原石粉。什么石粉？原石粉就是一般的石头。要做的。啊，那是要做的。对，那个是把好像什么碎石变成粉末。哦。那是做那个肥料的材料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碎石啊，啊，那没事，这个再用。重力产生器，大型弹件，重力。哎，楼上的那个在拆东西的，我有点怕，你会不会拆到我拖鞋啊？不会的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会吧，我想说，你怎么那么肯定？你平时都不会吧？不会啦，然后好像拆一个洞了，在面前翻个镜，得瑟。重力产生器，重力产生器，拆完了，它里面，我以为是拆到了，拆到了，我让它拆一下好了。气，你是期待我拆很久了？并没有。重力产生器，对啊，它是要用什么东西做？我看一下啊，高级的建造机，这是大型高级这里。哎，我们丢，我每次走错路。嗯，干嘛？我干嘛？没有啊，突然走过来，突然帮你掏枪哎，帮你掏枪。什么掏枪？你讲什么东西？我刚听到什么啊？什么掏枪？我吓到了。没事。你觉得没事？我觉得害怕。我也觉得害怕。你有尊重过我吗？你有问过我吗？哎、欸，你自己照片掏出来的、欸。哇哦！我明明就背对着你，你走到我面前看的哎、欸。什么？我是刚刚在你旁边的、喔。没有，我就站在原地没有动。有，我刚刚下来就站在你旁边。我有录影哦、喔。我这边也有啊，讲什么？我刚刚想说地板太亮了，我想说改暗一点啊。你就在我面前晃。重力产生器你要放在哪里？很大吗？楼上。二乘以二。宽度二乘以二，那我就随便吧，我随便吧，随便吧，我再把它拆掉那个。我怕拆掉它是不能回收的。哦，我怕。这大坑哦！哎呦，爱路啊，爱路。气源看起来好跳动，我在搞啊，哪个好看？不然下棋的都来下棋啊！来来来，下棋，怎么下？看你在我家基地玩下棋，哦，这样配上中间这个五颜六色的箱子，看起来都像那种汤姆熊之类的。哦。好想到了，可以用了吗？辐射，它的辐射，看一下，
哦，想到了。来，阿旺，你调成白色。我没有拿那个。哦，那算了。要不要开飞船看看我们能不能稳定的站在上面？我先看他有没有密闭式。等一下。设备。好了，那怎样？哎、欸，你吸白色，叫他按 P。P。应该会就显示他的这个东西。哦、然后你选。上面那个话是第一排第二个，嗯，然后就这样穿插着用，一排第二个，第一排第二个的，啊，可以飞吗？哎，你飞起来，你们有感觉吗？我觉得我被推起来，你往前飞一点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偷偷，出去，知道了。这怎么没有用啊？这什么烂东西？我也想说，可能是有些那个星球它会飘之类的吧。哦，降落了还是会继续。哦，对，好没用哦，烂东西。该说总有用的嘛。啊、好了，这是餐厅吗？真的跟餐厅了？没有啦。然后它一格一格是太密了，不太好看。Cannot talk to NPC to play base 啊，傻小，做一些弹药，做这是什么？机枪，好，发这么少啊啊！等回来就好了。啊什么？我不然涂到了，因为再染就好了。是哪一个颜色？我们看到墙壁、地板啊。这样子连我们农场那些也要搬上飞船？啊、到底怎么了？来看。不是，我要涂地板啊！所以我刚才说、啊、那个、啊、那个岩石粉就是要做那个根底、嗯、啊，那个因为不用动了，我是另外再做就好了。看一下，地板很难弄，就上面已经盖东西了。你贴近一点，然后本心就是面对那边会有个红色石，那就可以。红色石这样啊？对啊，如果变成一个框框的话，就是会看到。这好像健身器材啊，能健身的吗？我出去星球外找去数能量。好，走喽。我们月球上有没有啊？哦，你好棒哦！你动作也太快了吧你！哎、欸，拜托，撑了多久？哦，啊、天花板要改什么？哦，要像健身工厂那样？什么？什么？在外太空按扫描器扫描，也可以扫描出和一些矿物资源之类的东西。你说小行星那些吗？哦、嗯。哦，这么棒棒的吗？哦，反正天花板用这个啊，对啊，我想说用那个啊、嗯，超像在浴室。然后墙壁跟地板的会不一样吗？哦，是啊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建材，所以它是一样的。你去外面水泥地，你会发现它有地板的材质。哦。那是什么？哦，原来它有两页哦。对啊，有第二页啊，第二页是很要适合是。啊，两四公里，这四公里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这是哎、欸，对啊，哦，可以扫描到一些
外太空的陨石它有一些矿物，所以真的有哦。对，哦，所以陨石有矿物哦，所以我飞船上也要装一些可以采矿的设备，直接采，用采矿机怎么样？有，我记得有采矿枪、砖头，对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那，哦，哎呦，我撞到了。嗯，破了声。它下面不是有个钟更大，按下去变成这样，我吓死。就是那个Tinker的采矿那个挖矿，不是可以什么一乘一变二乘二三乘三，啊，是这样可以一次燃。哦，有滋的声音啊，那是那个啦，辐射。这样子我要回去做挖矿机组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。感是鱼呗。我就算学了没有材料我也做不出来啊。云月，这跟我是谁没关系啊。八三二十四，八四三十公。那我们家在哪里啊？我们家是不是在？那你快来开大。风量线。通，然后再来是探照灯。哦，看一下。没有洒水器啦，那个灯就好了，那个不用洒水器，主要是不需要加水的。嗯，那我们有可以养动物吗？不然肉只能打外星人。好问题，不知道，好像十八，八，可能十八，可能十八，恐龙。你们这个图好吗？啊，这里到时候改地板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图好了，改啊。一二三四，这样子放这样子。哦，十八，控落十八。那我是不是来做一艘小型船舰？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做的。可以啊。是这样子放，这不行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辐射？头上吧，跳太高了是不是？哦，有可能。转孔机转船舰，钻孔这边吗？哦，这个钻孔机模组哦，植物箱，它只能用这一台做吗？可以，这台可以做个钻孔机模组看看。哇，它有五个侧合金，很棒，真棒，超侧合金。对，还有氧气。氧气，氧气，氧气，无限。氧气，氧气，氧气。诶，那我们那个小的氧气罐在这边吗？这边有，氧气罐好像在那个，在哪里啊？哎，这里有，这里是这个是氢气，不是这个，在哪里？氧气，氧气，对。弹药箱吧，弹药箱吗？要看其他，对，氧气没。氧气没？有啊，有。氧气瓶啊，小型氧气瓶啊，都在绿色里面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氧气瓶，氧气瓶，
我看到了。哇，我们一千多罐哦，哇！这里。哦，上面做好灯这样子，噔噔。这个钻孔机需不需要弹药、啊？他没有讲，应该是不用吧？看起来是不用。好，我来找个参考图。都在蓝图里面看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就直接搜寻，看有什么好看的可以来模仿一下。阿姆斯特兰之类的啊。阿姆斯特兰。嗯。在这里。不了，不好吗？没有。哇哦。那不是舞台，虽然它真的有点像。对，好像哦。欸、这很像。它啊，它不能闪哦，那时候试过。电一下可以，然后跳舞键啊。哇，这么大根哦！那控制有没有什么跳舞之类的？加班哦，不会见到十点。我们要录影，等一下要录影。啊，可以。没有，他没有跳舞键，好难过。哇，我战舰上面各种东西一直岔出来了。我需要再有什么方块是比较强？小型船舰。比较长，强比较强度比较强，小型船舰强度比较强。你是说方块吗？它不是有一个强化的方块？对啊，加固的。对啊，钢制钢制加固战斗钢制方块组，对吗？那就比较耐打的方块啊。哦，是它悬浮飞船。你要看一下你那个。小型船舰，小型船舰也有啊。小型船舰是加固钢制方块 S。好，那我就用这个做好。外太空夜天。闪。连闪可以啊，可以连闪啊。夜天这个不能连闪啊。啊，这个灯不能调。对啊。可惜耶。那植物很嗨。我们种的都是大麻，大麻。我大麻这里面有一千个加固钢制方块啊！啊，好棒啊！一大堆。好，有小型船舰的、哦。我可以用我的飞船来挖矿啊！水哦。哎、欸，城好烦躁哦！是，但是需要是一个箱子，箱子百分四滴，自杀毁。啊，这个是哪个好友？一直刷开某个游戏，一直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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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啊，那个死定我，有时候才会想要隐藏啊，不然他刷到你。我把这个人删掉，一直好友。Gary Chen 是谁啊？忘记了，删掉。应该是要放个物资箱，物资箱、小型弹药、容量、采矿、扩展。出村里采集的物资，哎、欸，我记得我有放啊，是矿石、木材。好，我来去看一下，用这个采集的话，护盾最大。四千，这样采集的话，我可以拿到东西吗？不允许。如果要保持度最好的，其实是那个应急口粮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嗯，热饮，干地马应该不是，是要水，然后热饮是要牙。
水果，所以说水果。哦，这边太热，能量棒，暑气无效哎、欸。我中暑了！去健身房，去健身房，我要去健身房了。量棒，植物蛋白，牙，水果，牙，香肠，是哦，是大型大炮，香料，美好的香料。对啊，这样采集没东西啊？为什么？香料有什么动画的飞船很推荐的吗？阿姆斯朗，机动战舰。不是，你可以盖一个模型出来啊！盖一个模型？对啊。它只是找，哦，像类似，我本来是想盖一个，就是模型出来这样而已。哦，那就是它不会动，它就平平的飞。我在找一些有没有范例，什么可以看一下大致的架构。有哎、欸，虽然在说这个啊，应该可以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就是。去宇宙看看能不能采宇宙的矿石。好，香料，香料是啥？大天使号，我没有要盖到这么大哈。那台是很经典的一台，而且我要是盖这台的话，一定盖不下来，中间就会被骂爆。哇，这个硬体可能这么难做，那我随便找一个好了，这样我盖出来盖不像也没有关系。13公里，我来看一下13公里那是什么？阿库亚浆果，阿库亚，库亚来，伊娃。伊娃有战舰吗？或另外一个阿库亚？阿库亚 ，Hollow Life 的、啊。哦，但它是紫色，它不是粉，不，它不是蓝色。阿库亚是那个法师吗？法师？她是一个女仆。女仆哦。妹妹头。这个是什么矿？沉浆果，这是铜矿吧？好，来采集看看，能不能采到铜？敌人的无人机啊！你说三层甜甜圈那个吧？太空无人机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高速离开。为什么要怕？因为我武器系统没有打开啊，当然跑啊！为什么要怕？我要在前面开武器系统，我不是先被射爆才怪。移动标靶。菜汉堡。哦，就不用肉啊！哦，感觉就不好吃，菜，不过就是蛋堡啊，菜堡，这是什么矿 ？C 矿 ，C 4矿，大堡 ，C 矿，大堡。哦，星际异攻队那台也蛮好看。
贤内助是吧？我是负责在种菜。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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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啊，你们到底是很想要我们被分台子死啊？对啊，还是叫你做那一个都不对，奇怪。盖了啦，盖了，盖了，盖了啦，没关系。反正我每次玩这个都会黄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不知道。每次玩麦块都没事，只要晚上加开这个的话都会黄标。为什么？然后没有那个按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还是很莫名。所以他那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是300%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敌人的感觉？我都躲到陨石里面了，你们不要过来啦！哦，所以这个宇宙的陨石，你还要挖到陨石的内部才能采到矿哦。好吧，我没有要盖大型的小型飞船而已啦。那你就盖那个什么类似无敌铁金刚的那个中间的核心战舰啦、啊。对啊，铁金刚。等一下，我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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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都已经躲到陨石里面了，你们还追上来？看到耶耶是耶耶耶！哇，追上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可以吃吗？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快真的快被吃掉了啦！哇，他们的移动力好高哦，他们侧边飞行好快哦。是不是？哎呦，我们现在是在空中吗？不是，哦，只是很高而已，爆了一台了啦！你打爆他们一台啊？对，想说你怎么那么失望，爆了一台了，忘了。蔬菜没有种，目前蔬菜不够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吗？蔬菜要什么材料才能种？要、啊、什么？蔬菜啊，没有，就是外面去采蔬菜回来，然后蔬菜四个蔬菜可以弄两个种子出来。哦，那再等一下，好像有一批蔬菜要好。好。哦。在宇宙转头速度好快哦！没有空气阻力吗？哦，晚安晚安，要睡觉晚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终于才打完了。好，我要继续采我的矿。大概要盖多大？我是要来盖一下我的小飞船。不然你们都说我是货车、冰淇淋车、哦，香菇，还要等番茄。不是，它没有整颗都是矿物啊！你看，我挖这里只有碎石而已。哦，不是整颗矿物啦，它只有一个部分是矿物而已。3×3×4哦，侧面就好了。
还是有收集石头啊。所以我们在宇宙没有燃料，我可以直接下飞船，下飞船然后拿燃料罐去补充哦。是这样哦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可以直接下飞船去搜刮敌人那个战舰的东西呢，我应该也是可以直接下船来去帮我的战舰加油。帮战舰加油好像不用下来，你直接坐在驾驶舱上按那个控制面板底下，我可以直接选。哦，子弹也可以直接补。补充这里吗？哎，哦有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我身上就带多一点燃料，就不用担心没有油的问题啊。硅矿石。这矿石不是我要的，我要去找其他的啊。我是不是应该先上到我们的月球上面去采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？感觉可以。它不是很散吗？你说那个吗？去树水晶。因为我现在是在宇宙上面直接采集啦、啊。那我现在直接去月球好了。月球在哪里？月球在那边。好，17公里。哎，太冷。嗯，你笑了？怎么了？知道了，哈基笑了，我就要点广告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没有，没事。听起来不像没事呢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去看你这个笑声，非常干好事。你这笑声就是很母汤的那种笑声啊。对啊，就是有事啊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的车子下面没有多一根。我看到车子下面多了一根哦。对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是母汤的笑声啊。嗯。好哦。哦，好快哦！往前这么快的，69其实还好，最高速已经69就不能上去了。你刚刚说我69还好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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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是不是？啊，车喽！这是被打爆的战舰哦！哇，战舰好慢。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，真太慢了。你用听台嘛，想睡就来呀、啊。听台，对呀、啊。听，糊了，糊了，糊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哦哦，我飘走了，飘走了，飘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快，太快。哎、欸，这战舰有没有慢速模式啊？慢速模式，慢速模式。就车子都有低速档啊，那我战舰有没有啊？嗯，挡不是打到 F 吗？按 F 看看啊，按 F 就下来啦。我看看啊，哎、欸，这是可以对方哦，这台是好的战舰吗？哦，可以偷人家战舰，偷被开走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战舰的底盘破掉了哦，补上去嘞就可以开走了吧？应该哦，该哦，应该哦。等一下啦，我。歪歪的啦，你歪歪的，歪歪的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加固方块，有没有箱子、啊？这里有没有箱子啊？冰箱，哎、欸，他战舰上有小冰箱、欸，哎，这么好，小型的也可以放啊。这是什么？驱逐能量罐。
驱速引擎。我拿到了矩阵耐磨。哦哦哦哦哦！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我的天，好冷！啊，外战舰的对，我的船舰在哪里？哦，我在那边。救命！救命！低温镇冻僵。哦，好冷，宇宙好冷。没温暖啊！哥，出出推进器嘞！我聊天室也好冷。哦，这里好可怕。好，好，好。让他去。哎，月球在哪里？蔬菜，蔬菜。来了13个了。月球在哪里？月球不在这。哎呦。哦，月球在这里啊！你在宇宙真的是会迷失方向，我天哪！没有啦，乱讲。还有，孤独没有被消耗啊。我饿了，我也是。吃饭啦、啊，在叫了。去吃啊！我先在看那个鳗鱼，烤鳗鱼的制作。哦，超爱吃鳗鱼，好吃。欢迎再开车。啊，没事。那白猪喜欢你吃鳗鱼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哦，我没有 get 到，没关系，不要懂，什么意思？不要懂。哎、欸，我蔬菜带回来了。你是讲话的？你是在酱油了？对，没有，我是真的带蔬菜回来了嘛。好好好，可以种，你可以去种啊。那速度变快咧，推进器。哦，你是说应急口粮哦？应急口粮做得出来吗？有哎、欸，我觉得做那个饱食度比较好。300啊，可是它要的材料很杂哎、欸。哦，能把采集到吗？还是说就没了？啊，我、哦、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能这样直接采集哦。我想说，那个月球上不是有些驱速水晶是在地表的？对啊，哦、直接用飞船的那个采集器采不行。哦，要下一间。对，因为直接采集它就直接消失了。漂亮。为什么八只要有枪啊？就是射一些专门跑过来那个小屁孩跑过来的啊！我要买冰淇淋。这个什么？哇！冰淇淋错了吗？冰淇淋车卖冰淇淋错了吗？我只是想吃冰淇淋。那哈基就射我，射爆你！我们很乖，我还会停下来，然后回聊天室。停在马路边，然后打字。真乖，你真乖，真乖呀、啊！一千多个那个方块怎么都不见了？哦、oh.。在我身上，在我这，哇！你们这两个小偷啊，一千多个粉都不见了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就说我要盖，然后你就说啊，那就拿那个、啊，我就好，我拿珍珠拿走。伪造，
贵重可以一半给你吗？哇，好委屈哦，给你，好委屈哦。陈阿旺不会这样的、欸。我是不是？好，我放到箱子里了。好好，蘑菇。巴士后面通风，啊，这不是巴士，没气死了你！啊，你怎么又变巴士啦、啊？我没有卖冰淇淋，我也没有在当货车在开的，好吗？那所以是卡车喽？卡你妈！卡你妈！哦，好凶！哇！气死！把卡好。不像，有没有不像？不像了哈啊！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东西了，一点都不像了。我们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，不是？翅膀巴士，我要疯了。水晶会不会长回来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不是踩都可以长吗？啊，我们不知道哈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踩完就跑了。对啊，不知道。被踩没事。大四电影是关台啊，要加开。嗯。今天最后一次开台。嗯，对，今天最后一次。今天最后一次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开台了，要好好珍惜。下次看到就是你，白痴！我吓到整心一直飘了，打不准啊！欸、这驱速水晶的矿脉真的是都没看到呢，对不对？那真的很奇妙哎、欸。对啊，今天有啊，我今天最后一次开台。哦，你要听人家讲话嘛。看一眼，超级留言，白痴啊！超级留言。那今天晚上宵夜要吃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知道明天是有约团团固定的吗？说礼拜五。这班跟我一个朋友是约，每次约礼拜二一起办。啊，哎、欸，他之后就渐行渐远，我很难过。哦、就后来也没有一起吃饭了吗？哦，他原本是在淡水念书，那因为就是室友的问题，然后他就又回福州吧，还哪里？啊、哦，反正那时候他约淡水的时候，想要那就一起吃饭了，结果后来也没有了。优点数，进查一查。哎，哇，这里，卖小东西，我没有。卖什么？卖什么？没有，冰淇淋。哈哈哈哈哈！之前那个我有看那个一个图片，是说他就是把布，哎、欸，哈记你还记得吧？啊，就是老街不是都有那个卖那个玩那个铜玩的，都把布摆出来，啊，你也去按。啊，还有一张图是上面写说不要再给我按了，好好笑。才卖萌呢、啊！我过几天就去老街去买一个来玩。我是要买那个啦，就是叮叮叮叮，就是可能酱油讲太久的话，就叮叮叮叮叮叮。
到其他人发言咯。然后酱油就不理，继续讲。对，好恐怖、哦、啊！好多蔬菜哦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怎么了？救人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我翻不过来，为什么？哦，那就倒着飞咯。太多了，谁吃太多？没有的飞船啊！哦，他的我比较习惯以前的飞行模式，什么飞行模式？飞行模式转弯的，你说用滑鼠？对，他有一个，我是用到 T2 的那个旋陀螺仪啊，好像是 T2 的。陀螺仪，按，所以 T1 T2 它的飞行模式会不一样哦。嗯，我看看，不然就是我，这是 T1 的啊，对啊，那没错啊。还是你按到什么键，它飞行方式变了？有可能。那变成是，就是我们之前的是一个滑鼠在中心会有一个指标嘛？对。哦。然后它会就是正中间一个十字，然后跟你一个滑鼠的那个圈圈。圈圈。哦。那、啊、现在我变成是圈圈不见了，我就只有那个中间的十字，然后只是滑鼠左右动，它就这边左右动了。哎、欸，我驾你的飞船都变这样子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都是用滑鼠在调方向的哎、欸，我以为那才是正常哎、欸。我记得有一颗键是可以改出来的、啊，改一下，有按一下，找一下，应该是其中一颗键。我一力建议 F， 这样子。一力建议 F， 可是不是 GTA？ 啊，你看一下哦，好危险。嗯。记得有一个键，因为这个就是滑鼠移过去之后，就如果要一直转向，直接转到底的话，滑鼠要一直滑，一直滑。对啊，嗯，你按 G 看看嘞 ，G 不是啊，找到了，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操纵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飞行员模式，是不是？飞行模式哦，对，飞行模式哦哦哦，这个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对对对。你怎么会按照那个东西去啊？在改那个机枪的时候，不然开过。嗯，哦，所以凶手是你。哦，乱改哦。我说我在弄我自己飞船。你怎么会那么清楚？我刚不讲了吗？哦，我就是没听人在讲话啊。哦，酱油啊！哦，哪有？哪有？什么东西？哪有？就没听人讲话、啊。对啊，啊不是啊，刚是跟我讲话吗？啊不然跟鬼啊！我哪有？这样子的吗？我这样子的吗？又怎么了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再让你们体验一下。哇，好久没遇到你了，三角龙 ，kiss 啦！好久不见，然后一拳就打下去了。对。月球移动速度太快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的飞船在原地打转。你变快，是他太快。我一直笑啊，这个笑又不像瑟瑟的笑声，瑟瑟的笑声，因为他瑟瑟的笑声会有一种很像在叫到快岔气的那种，才是会比较像瑟瑟。等一下，你在这个黄色，这是谁在盖桌子啊、
啊？黄色？黄色是陨月啊、哦？没有啦，我在盖啦。在宇宙，我在月球上打转。你看到谁？你看到那锅子哦？你好像四脚兽啊！四脚兽，什么东西？就还在盖架构哈，急什么？你看哈记的哈记瑟瑟笑声就是这个。好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你这个好可爱哦！架构先出来，我再来改哦，急耶！真的好可爱哟、哦。只是为了要，就是比较好盖底下，我才盖这个脚的嘛。好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啊，我不能开，你可以开启一下吗？你要开干嘛？你想骑它？连那个燃料什么都还没放，你要怎么开啦？全线开一下，全线开一下。你要干嘛？我就觉得你开的话很危险，我想坐上去看看。你好烦啊！不要帮我开一下啦，看不到啦。我是想骑别人的老婆啊！派系错误，我想骑一下啦。你要怎样啦？骑一下啦！电来，是电了。我在返回那个我们的星球啊！你可以坐上去了。我会笑成这样啊！你在笑我的飞船啊！你可以笑他飞船笑回去。不是你们自己回来看的时候，真的很可爱、欸。你干什么？尾巴很白痴啊！超可爱的耶！孩子嘞，搞什么？你们自己看，我截图，我截图，自己看。还有耳朵耶！你是狗啊、喔！还有耳朵耶！吉娃娃嘛！还是贵宾狗啊？那个是尾巴都不对，跳起来的。好，你可以开了，你可以开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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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早就到了。哇哦！好了，快回家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回去，我等一下回去。我在宇宙看到一颗陨石，它上面，哎，你下来一下，几乎都是回矿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叫你这个四脚，你先降落一下，我帮你加个那个，让你可以前后左右哈。下不去，你没有从上往下跑的啦。说的也是哦，叫你要急，急。哎、欸，阿旺，你看我的战舰一下。等一下。锁定。好，快到了。三。好，可以，去。哇塞，这个炮塔太多了吧？啊，从这可以上哦。对。你个视角太狭窄了吧？没有，是按 B 呀、啊、，B 可以这个、啊。你这就货柜屋啊！你货柜屋哎、欸，就是一个超满炮塔的货柜屋啊！呛回去了，呛回去了！啊，你那是一只狗，会狗会飞？我就说我还没盖好，奇怪。欸、其实阿旺盖一只狗的战舰，还蛮符合他的名字的、啊。这矿脉也太大个了吧！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还在采矿，等我一下，这颗陨石有点大，好多蔬菜呀、啊！五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它真的很可爱啊！骨架而已哈，去。这矿石有点大，我快踩完了，快踩完了，我把它挖一空了，它剩一点点。
这是四格的哦，哇塞！什么四格的？那个，这是什么歌？波波。那个成员座椅，可以选吗？那优先可以选择其他的吗？不行，共同拿去做基金。四格哇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你要是一只脚一个人哦、喔？不，没有，我想说中间这边一个驾驶，然后就是我想要让他可以从后面进来。然后就是驾驶座驾驶到旁边坐。哦，好。干嘛？你再演一次刚才那句话。好。哦哟。我怀疑你们在开车，但是、我有根据。都是他。那会烦死。怪怪的。我只想盖我的飞船。哎、欸，汉堡嘞，我要去汉堡。这里，我、这矿脉有点大哇、啊。这颗陨石另外一边是不是也都是矿啊？哦，对耶！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踩了不踩了，好大、啊，踩完不知道几点了。啊，好大，好大，回家了。好大、啊，好大，有错？嗯，哎、欸，哦，找到了，被中了，满满的素材，看到了，看到健身房里面空无一物，吓到了。哦，这里是，这应该可以拆吧？这边 OK， 可以。植物蛋白是也来种一些好了。可以种啊。嗯。我怎么把快捷键？难关掉了，我怎么关的 ？F 六嘞，按下 Tab 再按一下就回来了。啊，它那个是显示问题而已。哦，嗯，不是走一走就会自己消掉吗？走一走会消掉吗？就挂着不动啊。我应该盖个狗屋吗？哎、欸，好，我看到了你们说的，狗狗对，白色贵宾犬。哎呦，好可爱呀、哦！为什么停的歪？我说为什么我的飞船只有前脚落地而已啦？为什么都前脚落地啦？没事啦，我在调啦，好了啦，停了啦。哦，你前面这根好长哦，那一根是采矿枪，那一根是采矿枪。我本来是想要做两根在旁边的，结果它材料有点贵，所以我就放一根在中间。哦，那材料不便宜。哦，收起来。你看我的飞船怎么进去？你飞船怎么进去？要诀窍的，要诀窍的。我知道了。你也太诀窍了吧！我进去了。
不是这样玩的啦，怎么弹出来了？我还补回去啊！你直接突然打一个洞，不要忘了。好了，哎呦，阿基，快来看哦！岔气了，太爽了吧！这个好笑。欸，所以你副驾驶座都是在中间哦？对啊，我打算后面开一个门，可以直接走进来。不，你的副驾驶座坐上去，大家都要互看。反正都会切到外面的视角，不是吗？本来想加眼睛，可是他这个不给加、啊。那个黄星会繁星会黄标？没有哦，之前没事哦。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没有哦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，等一下要那个，嗯，要录音，要录音。好了，就先好，好，就先这样，反正有的是时间，是时间，间。那待会就不开啦。那个想说也不知道画什么。好啦。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啊，赶快休息，早点休息吧，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，早点休息啊，晚安喽、哦。不然我不睡的话，又有人要撑到十二点。晚安晚安，待会过十二点后是点点生日的，啊，如果赖群友的话啊，得奖快乐啊，拜。